高中的时候吧，因为 hip hop 乐让我认识了有 DJ 这种角色的存在，这样子。有时候可能就说在家里，我们几个人一起聚会的时候，就会找我去放歌啊。我觉得 DJ 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可以分享自己喜欢的音乐，并且与你的听众产生共鸣感。自从我接触 DJ 以后，我就陆陆续续认识了各个不同领域的 DJ， 然后我都一一请他们来到 KKBOX 经营他们的名人账号，分享歌单。我觉得他像魔法棒一样，就是他可以控制操纵我任何我喜欢的音乐，然后把它又创作成是我自己的风格，就是你会更享受那一个播放的过程。目前最近在摸的是 DJ 系列的 WeGo 4， 因为它非常的轻便，然后接上手机或 iPad， 基本上是可以让你到处带着走的一种随身的 DJ 控制器这样。我最喜欢的产品就是我目前在用的 DDJ SX2， 因为它具备所有 DJ 基本需要的功能，算是一个 CP 值很高的产品。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在用 DJ2000 SX2，它已经是台湾目前所有的硬体设备中已经是最顶规的那一种，然后按键那些都已经设计的比较方便于 DJ 在表演。我们会跟排练的 DJ 在我们的华山店，然后利用傍晚就开始放歌的一个活动，去颠覆大家对传统中印象中 DJ 都是在深夜放歌的这种刻板印象。那在黄昏傍晚的时候，我们就比较轻松的一个氛围，就可以听着歌，然后喝点酒的这种氛围，这样子。